Hello，大家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废柴妈妈。今天来到博多运河城的星之卡比咖啡厅。我们大约是一个月前线上预订餐厅，前几天获得的可爱小废物派上用场喽。杯垫可爱可爱，餐点可爱可爱。第一层有小汉堡、小番茄汤、小沙拉，我挡到他们拍啊，好照抱了。歉。第二层有水果塔，还有冰淇淋。看看这个软糖，居然还有瓦豆鲁迪的脸。最让我惊艳的是这个卡比车车，跟电玩里面一模一样啊！旁边的摆设一点也不马虎，虽然口感我不喜欢，但它的可爱程度已经虏获我的心。好的，继续我的逛街时间。这个杯垫可爱可爱，打包带走。接着来到我们预定的烧肉店，尼姑以及药院店。爸爸都来了，每一次都想记录吃的是什么肉，但是吃到最后就全部都忘光光了。反正结论是这间烧肉店好吃。记得要先预定哦。还有就是觉得有点可惜的是，上次来店员很频繁的帮我们换烤网，但是这次却没有。不过还是很推荐这间店哦。这是后来加点的和牛寿司，没有别的形容词了，超好吃。回到饭店去超商寻甜水，有看到这个一定要试试看。一天的最后，一定要用一瓶养乐多来做结尾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废柴妈妈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